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大家是不是没看过我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新来的吼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影片的主题就是网络女装福袋开箱。当当，为了避免有业配的嫌疑，我们先把 logo 折起来了。 哦，对了，我们很缺业配哦，厂商赶快给我们业配的机会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大家有看过网络女装福袋开箱吗？看过了，谁管你啊？我还是要开给你们看啦。第一包是春夏女装，第二包是秋冬女装。我该不会一推开衣服就破了吧？当当，哦，这个是秋冬的，我们先看春夏。 好，第一件衣服黑色的哦。哎，不错哎，这个闻起来不臭，很有弹性。短版的，但是前阵子很红那个啊，就是如果你有腰的话，可以这样超性感的。那我觉得这件我很想穿看看，那我们去试穿一下哦。我已经把第一套穿在身上了，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蛮舒服的。 但是呢，它并不是就是这样一件短 T 而已，我要自己升降 T 咯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家看到吗？为什么裤子穿那么高呢？因为不够瘦的话，那个腰间的那一块很正常的肉吼，会稍微一点点炸出来。好，这就是有没有在路上看到那种很辣的女生都会这样子穿，这就是我觉得去夜店的时候很适合穿的风格。但我觉得如果我在福袋收到，它会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不会特地去花钱买 一件这种衣服，但是如果今天在这么多精品里面有它，我会觉得还不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件衣服，白色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它的背后是可以穿过去的耶，这太性感了吧！这个我也没有穿过这种类型的衣服哎，好期待啊！我去试穿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第二套衣服，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、四件。 先回来，这件衣服它很有弹性，真的它超有弹性的。我原本以为我拉不起拉链，结果其实我拉得起来。可是它有一个正面看的小缺点，你应该有看到吧？这里有一条不知道是什么的线，很像是内衬，但是说是内衬又有点太低了。改天可能可以穿下隐形 new bra 试看一看，它还蛮漂亮的其实。然后背部的部分呢，一秒钟哦，1、2、3，嘿。 好，看到了吗？不管去哪里穿这件，你走在路上200%的回头率，200%，知道吗？今天不管是男的女的，走在路上穿这件衣服，我绝对看它10次，因为会觉得，哇，真敢穿，哇，真敢穿，哇，身材不好也这么敢穿，真的，我觉得穿这件出去呢，你自信度加1000，这件很不错。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很透，所以就不会担心很多女生就是买白色之后，里面还要东穿西穿，东穿西穿，我觉得是还好。 在福袋里面，我也会很开心，可以跟妈妈说：“妈，我没有花钱买它，她送我的。”赞！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件，这是秋冬款的了。哦，感觉不错哎。第一件是条纹衬衫，哎，这个很棒哎，条纹衬衫。那我们来去试穿一下。哎，有没有觉得这个其实很不错啊？这其实今年走在路上还蛮多人都会穿这个的哎。其实我很讨厌买到那个 格子衫是棉的，要么刺刺，要么不透气。但是这种有点类似雪纺的，我就觉得穿起来在夏天是舒服、冰凉。所以我觉得它整体的版型是好看，你扣到这边你也不会觉得很悲。有些衣服真的最怕扣到这边哦，就觉得上帝啊，你要带我走了吗？先不要啊。对，这个我就觉得很舒服，我会特地去买这件衣服。但是它在福袋里面，我会觉得超级超值的啦，你们不觉得吗？ 说到这个，你跟在路上看应该也要390吧？等下跟大家讲福袋多少钱，你们一定会觉得超级赚，真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件衣服，到目前为止的3件我都觉得蛮不雷的。那第四件应该不会是大魔王，噔噔噔，是这个假两件式的哎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都蛮文青的哎，先初步摸一下，哦，还不错。 这上面摸起来也是舒服的棉，它里面其实没有棉，就是假的。然后看起来是可以不用穿长裤，但是可能要穿一下短裤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虽然有点文青，就是我没有那么文青啦，但是我去试看看吧。我觉得第四件衣服有个缺点就是它没什么弹性，我刚刚塞了超久，我刚卡在这边，然后想说死定了，臀部太大拉不下来。那我觉得它如果分成两件做的话，应该蛮多人喜欢的。里面可以随便搭自己想搭的，然后外面就做这种，这也是今年蛮流行大家在穿的。可是它把它合在一起，真的是不知道讲什么。如果是我走在路上，绝对不会买这件衣服的。这边不觉得看起来有点尴尬吗？然后这个也是啊，我刚才也在研究说它到底是要翻上去还是弄下来。但有没有很像那个啊，颈椎受伤固定环？然后用起来又觉得。 好啦，用起来好了，用起来好了。好，整体四件的话，这一件小小的雷。那这支福袋呢，四件总共是693元，就大家觉得还超值吗？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超值的，可能我的接受的范围比较大吧。每一件衣服材质都不错，店家这种搭配我也可以接受，就是不会说一件你特喜欢，然后一件你特讨厌。我觉得四件平均都还蛮好看的。这间店家，我应该还会去看一下他的衣服。 因为如果福袋就给这么棒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自己去看，应该看到更喜欢的。因为我平常有在买插宝的东西，这个福袋的价格跟插宝其实一件是差不多的，可是你可以省去等待跟运费的那些时间成本。如果喜欢这系列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喜欢，然后也可以订阅我们8Pro频道跟开启小铃铛通知。如果可以帮我们分享的话，就太好了。 那如果你想成为我们8Pro伙伴的话呢，我们影片下面的资讯栏会有个表单，欢迎大家去填写哦。那今天就这样咯，拜拜。